这里是春节维持肌肉的第二天训练，请大家在家训练前自行活动一下关节，热热身，补充点香蕉、面包等碳水，不要空腹训练。动作一，深蹲复合组，我们通过两个动作来覆盖臀腿所有肌肉的训练。双手拿着背包贴在胸前，用你平时深蹲的站距和姿势站好，收紧核心。用标准的深蹲姿势，髋系联动蹲下来，至少大腿和地面平行，然后发力起身，臀部用力夹紧。动作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。好，动作结束，我们先不休息，做弓步走。动作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一、二二、二三、二四、二五、二六、二七、二八、二九、三十。好，动作结束，休息一分钟。这两个动作加起来算一大组，我们一共练四大组，虽然负重不多，但应该会非常累，体力有可能跟不上。大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增加组间休息时间。好，休息结束，我们开始第二大组，开始深蹲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。好，动作结束，开始弓步走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
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一、二二、二三、二四、二五、二六、二七、二八、二九、三十。好，动作结束，我们休息一分钟。好，休息结束，我们开始第三大组，开始深蹲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。好，动作结束，我们先不休息，做弓步走。动作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一、二二、二三、二四、二五、二六、二七、二八、二九、三十。好，动作结束，休息一分钟。
好，休息结束，我们开始第四大组，开始深蹲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。好，动作结束，开始弓步走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一、二二、二三、二四、二五、二六、二七、二八、二九、三十。好，动作结束，我们休息一分钟。好，休息结束，接下来动作二，背部超级组。我们通过三个动作覆盖整个背部的肌肉。我们需要准备一条毛巾，先做毛巾俯卧划船，趴在地面上，身体用力绷直，双手握着毛巾两端在头顶上，呼气的同时上半身适当抬起来，把肩胛骨主动往中间夹，顺带把毛巾拉到锁骨的位置，然后吸气把毛巾送回去，动作越慢越好。要特别注意，抬起上半身的时候，腹肌要随着呼气用力收紧，不然你很容易腰痛。动作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。
好，动作结束，我们不要休息，双手握住书包，微微屈膝，向前俯身做一个大幅度的屈髋，额头可以顶在前面的桌面上，然后开始做俯身书包划船。注意往后拉的时候，要主动把肩胛骨往后夹，这样才能练到背部。动作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。好，动作结束，我们不要休息，把书包换成两本一样重量的书，用同样的动作做俯身飞鸟。动作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。好，动作结束，休息一分钟。这三个动作加起来算一大组，我们一共练四大组。练背的动作不容易找感觉，我们要全程收紧核心，主动向后夹肩胛骨，才能把背部练到位。好，休息结束，我们开始第二大组。开始毛巾俯卧划船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。好，动作结束，开始俯身书包划船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。好，
动作结束，开始俯身飞鸟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。好，动作结束，我们休息一分钟。好，休息结束，我们开始第三大组，开始毛巾俯卧划船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。好，动作结束，开始俯身书包划船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。好，动作结束，开始俯身飞鸟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。好，动作结束，休息一分钟。
好，休息结束，我们开始第四大组。开始毛巾俯卧划船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。好，动作结束，开始俯身书包划船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。好，动作结束，开始俯身飞鸟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。好，动作结束，你做得太棒了。接下来如果有时间，可以做做拉伸放松。热身拉伸的视频我以前都有发过。这套动作的关键是保持身体稳定，所有动作都要主动夹紧臀部，收紧核心，肩胛骨也稳住，不要乱晃，那你的动作就比较稳了。如果你有条件到楼下操场做引体向上，练背的效果会更好。如果你的时间比较多，可以把我之前拍的增重科普和训练入门系列视频都复习一遍，也可以在我的公众号卓叔增重里找到更多增重的资料。提前学完，争取过年回来可以直接以最快的速度开始增重。